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寻找甜品店。欢迎来到开心湖百货商场，这位客人，你想买什么呀？我要去甜品店买好吃的。我要去找甜品店，小蛋糕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品店，甜品店，甜品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天乐福，你要买花吗？不不不，我要去甜品店。请问你看没看见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品店，甜品店，甜品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你们想买玩具吗？不，我们要去甜品店。我要去找甜品店，甜甜圈甜又甜，请问你看没看见它在哪一边？你要去找甜品店，甜品店，甜品店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我们找到甜品店，蛋糕糖果甜甜圈，沿着小路再向前，它就在旁边。真是奇妙，大奶牛往月亮上跳，小花狗看见哈哈大笑，小的汤勺和盘子逃跑。哇哦，哈哈，小猫拉着提琴，真呀真是奇妙，大奶牛往月亮上跳，小花狗看见哈哈小小的汤勺和盘子逃跑。小猫拉着提琴，真呀真是奇妙，大奶牛往月亮上跳，小花狗看见哈哈大小小的汤勺和盘子逃跑。真是奇妙，大奶牛往月亮上跳，小花狗看见哈哈大小小的汤勺和盘子逃跑。哇哦，哈哈，小猫拉着提琴，真呀真是奇妙，大奶牛往月亮上跳，小花狗看见哈哈小小的汤勺和盘子逃跑。小猫拉着提琴，真呀真是奇妙，大奶牛往月亮上跳，小花狗看见哈哈大小小的汤勺和盘子逃跑。甜蜜的梦。妈妈，爱你，晚安。
奔北京中梦想。晚安，妈妈，爱你。爱吃糖的宝贝。弟弟，我睡不着，好想吃点甜甜的东西呀。我也是。宝贝宝贝，哦爸爸，吃什么啦？没有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啊啊啊，哈哈哈。糖果糖果糖果啊。宝贝宝贝，哦爸爸，吃什么啦？没有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啊啊啊，哈哈哈。糖果曲奇冰淇淋。宝贝宝贝，哦爸爸，吃什么？真的呀。啊啊啊，哈哈哈。糖果曲奇冰淇淋甜甜圈。爸爸妈妈，哦宝贝，吃什么？和蛋糕。身体部位歌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吧。好。杨老师要玩什么游戏？大家跟着我做。头，头，肩膀，肩膀，膝盖，膝盖，脚趾，脚趾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做游戏吧。做错的人要被淘汰哦。没问题，快开始嘛。啊，嗨，跟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快，小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，看一看，眼睛耳朵嘴巴还有小鼻。下面我们要快一点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快，我们
错哦，再快一点。丛林大剧场，哦吼吼的幕布慢慢拉开，丛林的精彩大舞台，准备好，该谁上来？嘎嘎嘎！哦，是鸭子，大家来鼓掌。他来把歌唱，啦啦啦啦！哦吼吼的幕布慢慢拉开，丛林的精彩大舞台，准备好，该谁上来？呼呼呼呼！哦，是猴子，大家来敲敲，他来把舞跳，恰恰恰恰！哦吼吼的幕布慢慢拉开，丛林的精彩大舞台，准备好，该谁上来？哦哦哦，是大灰狼，大家来看看，他在大声喊，哦哦。游戏真有趣，唱起歌儿。
间到，时间到，现在睡觉时间到，快快去睡觉。小宝贝在哪里？我们是三只小鸭子。嘎呱小宝贝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
家里乱糟糟。下班了，回到家，我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哎呀呀，怎么了？这是啥？乱糟糟，快过来帮帮忙，玩具该回自己家。做晚餐，时间到，美味食物准备好。哎呀呀，不得了，打翻了，乱糟糟，快过来帮帮忙，玩具都要放放好。快一点去房间看书游戏小乐园。哎呀呀，担心别撞到了，房间里乱糟糟，帮帮忙，玩具都要放放好。瞧一瞧乱糟糟，大家一起整理好，看这边看那边，统统都摆摆好，统统都整理好，保持干净很重要。帮帮你别客气，全家一起努努力，坏玩具拿出去都放在盒子里，我和你来整理，玩具全都放进去。瞧一瞧，找一找，玩具全都没有了，爱整理习惯好，把玩具全洗澡歌。贝乐湖开心湖，快来洗澡吧。来喽。洗个澡吗？奇妙的味道。
我们来玩蒙眼猜食物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，我先来。美味派的时间到，欢迎你小馋猫，请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猜一猜猜一猜，这是什么是什么味道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这是什么味道呢？我口水流下来。酸的，是柠檬。猜对了。美味派的时间到，欢迎你，小馋猫。请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这是什么味道呢？我还想要一块。甜的，是饼干。猜对了，下一个谁来猜？我苦我。美味派的时间到，欢迎你。小馋猫，请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这是什么味道呢？给我水，快快快！好辣呀，谁放了辣椒酱？我以为是番茄酱，哈哈。牙医游戏，哈哈，我的牙齿诊所开张了，我可是最厉害的牙医，什么牙齿问题都可以治好。可是病人在哪里呢？啊？我开了一个牙齿诊所，你们三个来当病人吧。好，好吧。哥哥，你先去。还是你先去吧，皮皮。你是第一个病人，我来给你治牙。刷牙，刷牙，牙线蓝。
有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，宝贝们？我们要去游乐园啦！来啦！有
小蜘蛛。开始浇花喽。有一只小蜘蛛，它住在大树下，它最爱爬到屋顶晒一晒太阳。风儿吹来云朵，太阳躲在哪儿？怎么忽然下起大雨，哗啦啦啦啦。小小蜘蛛拿出它小小的手帕，擦一擦脸，继续勇敢往上爬。就算风雨再大，跌倒不害怕。它告诉自己没关系，再试一次好吗？冒险之旅，冒险号集合！开心虎、皮皮、雪莉，我亲爱的队员们，我们一起起航，去寻找宝藏吧！出发！出发！传说有个遥远的地方，地方很多很多很多宝藏，宝藏跟我一起起帆去远航，远航找宝藏，出发啦！我是船长，我指挥方向，往左往左往右听我讲，往右，我一起起帆去远航，远航找宝藏。皮皮，不是这边。哎呦！我是小小水手。海怪身体长又长，大白才能去找大宝藏。快点想想谁可以帮帮忙？哈哈，是爸爸。谁发现了？海怪被咬烂了。牙哥，啊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！啊，哎呦，我的牙齿怎么了？哎呀，哎呀呀，我的牙齿怎么了？妈妈妈妈，快快来，快来看看我的牙！贝勒狐
长大了，要换牙了。换牙？哎呀，哎呀呀，我的牙齿怎么了？爸爸，爸爸，快快来，快来看看我的牙。每个小朋友都要换牙，乳牙脱落后，还会有新的牙齿长出来。哎呀，哎呀呀，我的牙齿怎么了？摇摇晃晃，摇摇下，快来看看我的牙。哥哥，我帮你把牙齿拔下来。不要，爸爸说时间到了，它会自己掉下来的。张开嘴巴，啊啊啊，让我看看你的牙。宝贝宝贝，别害怕，乳牙掉下换新牙。打喷嚏。